这里是七班知识韩语十二班之五，先看看可不可以约分。七和四不能约分，七和五也不能约分，四和十二可以约分，所以四会约成一，十二会约成三。现在开始计算。对，七分之一乘以三分之五会等于二十一。一乘以三分之一乘以五等于二十一分之二。要记得写答案，这题的答案就是二十一分之五。